于大雷，走，放开，快走！放开我！你们谁呀？你们是不是疯了？干嘛呀你们？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你？啊，对战友客气点儿。哎，他说的没错，这是战场。我正式的通知你，你现在已经成为人质了。凭什么我是人质啊？我不接受。哎，接受不接受也没什么关系。 哎，你不接受，我能不能理解成你根本就不知道此次任务的目的还有疑问啊？对，你看啊，我们这个合成营开营的头一天，我就说了，我没有义务和权利回答你们，是不是？不过现在战争还没开始，那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啊，聊聊，来。 高点儿。哎，哎呀，那咱俩聊聊。好，聊。我有问题。讲。为什么解救人质？由于我们坦克部队，那飞机和你们特种军不也可以完成吗？ 哎，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疑问吧？对，所有人都不理解。不理解就对了。我告诉你，相互配合，打破你们以往的固有思维模式。以往的固有模式？那怎么以为坦克不叫坦克了？你怎么和杨明说话呢？有你什么事？我对我的敌人要客气啊！ 你看看看，哎，你真的是有我年轻时候的作风啊！谢谢，不客气。哎，那咱们好好聊聊，啊，心平气和，推心置腹的好好聊聊。我说你听，怎么样？聊。你看啊，这个坦克作为陆战之王。 一直到二战结束的时候，那都是陆军的佼佼者，甚至有很多国家以拥有坦克数量的多少来作为战略资本的象征，是不是？可是现在呢？随着信息化战争的开始，是不是这个坦克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牵绊和威胁呢？ 那坦克应该何去何从啊？而且我们通过种种的迹象，我们可以确定，以后未来的大规模坦克战的可能性极低。所以，坦克的未来，这个陆战之王的未来，是我们要探索的一个方向。嗯，你有没有想过？ 没想过吧？这是个问题，啊，对于我们合成营，对于陆战之王，它也是个问题。我们都是在探索着前进。啊，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特别喜欢坦克。
我这么做就是因为想看到坦克作为陆战之王将来有一个很好的发挥的作用。你看，你是大学生兵，有素质，有头脑，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大学生兵了。你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们的战略素质，那是未来的，那是军队未来的发展。记住了，这是战争，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加油。报告，袁队，他们来了。啊，人质，人质，看好了。目标建筑物正前方，敌情不明，500，注意观察。95收到。所有人，前往目标处营救人质，步兵展开。发现目标，左前方建筑物2楼，穿甲弹准备。穿甲弹准备完毕。张德亮，主攻目标物，其他的火力点交给王小旺他们。是。正前方，独立房建筑物320尺。锁定目标。目标锁定。发。开火。965，这里是导条中心，刚刚确定人质为于大雷，后续任务你们自行决定。收到。955，听到回话。955收到。王小旺，继续执行迂回包抄任务，吸引敌方火力点，我方正面强攻，营救人质。是。1号狙击位，迅速消灭敌步兵指挥员。1号收到。
远程火力打击，提供指引目标，清除敌装甲车。二号位收到。战斗小组注意，放他们进来。是。班长，班长，后路被封死了，现在出不去了，向另外一侧突围，火力掩护。收到。超了三分之二。通知一二三狙击手，继续消灭敌有生力量。是。还有这个必要吗？你是在问我还是问敌人？如果是问敌人的话，他们消灭对方的力量，那是他们的义务和职责。如果要是问我，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幸存比牺牲更加的残酷。一杯幺九零，目标人质所在房间。班长，于大雷在里面。所以是震爆弹呀，不是破甲弹。执行命令。是。班长，严俊宇和于大雷出现了。
看看你们的周围，一共牺牲了12名同志。我想问问你们大家，你们现在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激动、幸运、害臊、羞辱，还是刺激？你们是该庆幸你们现在的幸存，还是后悔刚刚的一切？谁能告诉我？我就想问你们一句话，你们知不知道坦克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嗯？不知道，我来告诉你们，坦克的任务就是要突破敌人的防线，销毁敌人的碉堡和野战工事，比如桥梁、弹药物资等一切有生的力量。可是你们呢？最基本的一点，连保护我方的步兵都做不到。我想问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还活着？有谁能告诉我？如果没有，我要进行判定，根据我们这次合成营的训练计划细则，没有完成任务者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我判定此次作训任务均为不合格，有一人必须淘汰出局，滚出训练营。这个选择权我就交给于大雷。于大雷，到，选择吧。报告教官，我做不到。为什么？难道你是心疼他们？是。那我问你，那些牺牲的士兵就该牺牲吗？我什么我？于大雷作为此次作训科目的人质，他亲眼目睹了一切。你们在此次作训过程当中一举一动他都尽收眼底，一览无余，他很有资格来判定谁被淘汰。开始吧。如果必须要选，我选我自己。理由？没有理由。哼，没有理由，这是我听到最荒谬的一个答案。你作为一个人质来替代替罪羊的责任，你觉得我会同意吗？啊？敌人会同意吗？于大雷，收起你的假慈悲吧。我再告诉你一遍，如果你现在不开始选择究竟淘汰谁的话，那两队的人全部判定出局。大雷，别婆婆妈妈的，你不是看我不顺眼吗？选我，把我淘汰了。大雷，害婆婆妈妈干什么？我让你选你就选，死在自己兄弟手上比死在别人手上好。把我淘汰了。大雷，我看着你在上面难受，我比你还糟心，被磨叽了，选我。来，
班长，于大雷同志，我给你10秒钟考虑。10、9、8、7、6、5、4，不许放，小峰！ 你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淘汰王小旺？你这样打击他们，把他们的信心摧毁的一无是处，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部队是靠军规条例，靠战友情，靠纪律维系的团队。我认为你现在的作训方式非常不可取。说完了。 干什么这么大动静？吓我一跳！你说完了，我还没说呢。哦，你说。你总是刻板的认为你是一名士兵，啊，一名装甲兵。你总是固执的认为你完美的履行完你自己的责任就行了，是不是？嗯。可是你现在恰恰忽略了，在现代信息化战争的体系下。 在合成营的战斗体系之下，士兵已经不再是士兵，而是战场上的信息节点。你不是想知道我追求什么吗？我告诉你，我追求的，就是当你跟一个合成营士兵作战的时候，瞬间你就会感觉到你是跟成建制的合成营部队在作战。就在刚刚的任务当中。 我一直在等你，我等待你给我打一个电话，甚至一个请求，可是你并没有。你只要给我打一个电话，或有一个请求的话，无论是远程的攻击，还是空中支援，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你。然后我再来判定你们是否及格，还是优秀。可是你有吗？啊？ 不仅仅是你，还包括王小旺，还包括你所带出来的每一个士兵。可是结果呢？你们永远都以为你们可以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伤亡惨重，明白吗？说完了。没事啊，你们回去告诉班长，我回连队以后吃得好睡得好啊，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只是你们在这里还要再吃下苦。小王，哎，对不起啊。呸！什么对不起啊？战场上面没有对不起啊。忘掉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啊，不要影响你们作训。啊，哎，小王，你不一直想要我那个游戏账号吗？把它送给你。啊？真的？真的。哎呦，我这个一年多的心愿就一下就实现了，哎，从此以后，我回去就站在张能量的肩膀上，所向披靡，哎，一路走向了王者的道路啊！哎呀！我走之前呢，有一个要求，从今往后。只走我一个人，你们全部都要留下来。行，我张能量向你保证，我们坦克连所有的人都会坚持到最后，绝对不会再走一个。好了，啰里吧嗦啊，不讲了，走了，回去了。啊，太苦了呢，没有，不是，今天早上被烟雾弹熏了一下，感觉现在看东西好模糊。咋了？没事吧？不是，你们都过来干什么呀？走，继续走，什么大惊小怪的，没事。整队啊，抓点紧。班长，我们就别等集结号了，先出去准备吧。抓紧。哎，张能量，怎么了你？没事，你们先走。哎，你眼睛怎么了？王国军到，你带着大家先出去集合。上，走。李道林到，咱们俩陪他去趟医务室看看。可以初步确定是细菌导致的视神经症。属于急性角膜炎，急性病灶发病很凶猛，按照治疗规程，你现在必须入院治疗。啊？还要入院治疗？不会啊，哎，不是角膜炎嘛，没那么严重吧？耽误我训练了，要不然。
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但是眼睛的问题绝对不能轻视，更不能逞能。如果要是耽误了，你很可能会彻底失去你的视力。不，我现在觉得还可以啊，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点不舒服，有点看东西有点模糊，其他没问题啊。好不好不是你说了算的，那是听医生的。他情况怎么样？没有既往病史就算很幸运了，但是为了避免复发，应该立即进行治疗，这毕竟也关系到一个军人的将来。你看，听到没有？是不是？走，我带你去医院去。哎，杨队长，如果说我今天倒在了训练场上，你淘汰我，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让我走的话，我不同意。班长，哎，怎么样？大夫说是什么细菌导致的视神经什么炎症，就是角膜炎。哦，严重吗？说是得住院。住院？他这么严重，还要住院？这马上考核了，那不是医生没说有什么别的办法？补救、急救这种措施，你看那运动员在场上受伤了，喷的那个药物喷雾，给他想想办法。张德亮这伤的是眼睛啊，这不是胳膊腿。不管怎么样，他都要留下来，完成最后的选拔。嗯。哼。要不这样，我不算你。被淘汰，算你主动退出啊？这有什么区别？当然有区别了。不算你被淘汰，算你主动退出，你就不会影响别人的成绩。再说了，以你现在这个视力状况，你敢保证不影响成绩吗？杨队长，我谢谢你的关心。但我不会选择住院，我更不会退出。我决定了，我不会改变。哎，告诉你们个事儿啊，我得到个消息，装甲兵连队出大事儿。吃饭？说什么话呀？什么事儿呀？我听说张能量要退出了。具体因为啥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班辣强东说的，好像是眼睛出什么问题了。眼睛有问题啊？嗯，赶紧吃，赶紧吃。这样是我呀，考定的。我就想过来跟着你，看看你干什么，然后想什么呢？我没想什么，你吃饱了饭随便溜达溜达。哎，干嘛？摸到了吗？第三排的第二个，还剩三个，其他六个全被淘汰了，但是你的还在。是啊，我知道。
我的必须在。对，其实大家都是希望你尽快去医院的。那你呢？你怎么想？我希望你眼睛尽快好起来，然后能平安无事的留下。谢谢。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现在呢，所有的人都在想尽办法，把我善意的淘汰出去。行行行，想什么想？我反正现在就剩五分了，说走就走。那我能帮你什么吗？你其实已经帮我很多了，多谢你。知道吗？哎呀，我其实不太需要别人的帮助，或者说，我根本就不奢望得到别人的帮助，因为我一直是一个人，我单打独斗，我习惯了。跟你说个小故事啊，我小时候呢。有一天晚上，我父母两个人打架，好吧，把整个房子都快砸了，砸得不成样子。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果我要再在那个房间里待下去的话，我可能会死掉。所以呢，我就鬼使神差一样跑出来，连滚带爬的跑。我当时心里就想着，我要找个有山的地方，我要躲起来。最后把我两个手全部都摔得，全部是血痕。到第二天，他俩就离了。再之后，我每次看到那些小朋友被家长宠溺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没你们这种条件，所以我要选择一条自己的路活下去。三个字。我一直记住这三个字。我希望我的命运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我小时候一直很喜欢打游戏，我梦想着有一天能成立自己的一间游戏公司。没想到我真的很有天赋，那天很快就来临了。可是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爸用钱来压我，连续三次收购我的游戏公司。后来我爷爷呢，一直希望我当兵，我没办法，也算是去跟家里赌气吧，就来到了部队了。这些我从来没听你讲过。我是不是说多了？没有，我觉得特别好。我愿意听。没有，我就是今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吐槽一下，想发泄一下。你就听听就好了，听完就忘了，这段记忆就删除它。OK。嗯 ，OK。嗯。你知道吗？我来到这个合成营，我真的好开心，从来没有这么开心，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非常的适合我，因为我能感觉到，我能去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也往坏的方面想过，我想过有很多种方式有可能会被淘汰，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是。王小王走的那天，我们大家都去跟他抱着。跟他说我们坦克连不会再有一个人走，可是现在呢，
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点一点地倒下去，而且我无能为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实话，我不是因为害怕失败，我也不是说我在乎一次的输赢，我只是觉得，如果现在重新来一个炮手顶替我的位置，他能够完成任务吗？如果我是因为炮手的原因，导致我们这个机体最终失败的话，那我会去怎么解释？支撑在大地的胸膛，追逐着黎明的目光，一路跌撞，一路成长，不做命运的败将。支撑在梦想的战场，追逐着生命的曙光，路有风霜，心似骄阳，敢向命运露锋芒。再给世界一点光，一点光，一点光，给世界一点指引信念的光。天高地广，来去堂堂，不屈不挠不狂。再给世界一点光，一点光，一点光，给世界一点温暖心灵的光。只因无悔，不惧无常，我痴我笑我狂。给世界一点光，给世界一点光，一点光，一点光，给世界一点指引信念的光。天高地广，来去堂堂，不屈不挠不狂。再给世界一点光，一点光，一点光，给世界一点温暖心灵的光。只因无悔，不惧无常，我痴我笑我狂，给世界一点光。